各位大家好，我是三伏的暴力羊。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的是前一天的那个符文，再抽一次符文。我们主要是这一次的话是有搭配钻石反力，然后这一次因为海种的有小抽了一下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目前消耗的金额，大概还差超过4000出头啦，4030几钻。然后其实你扣掉1200，然后其实差不多花差不多2000多，然后其实刚才抽那个现实宝箱时还有多少的回忆血钻，其实实际的话顶多全部扣完反钻的部分的话，应该剩下抽到这个12888的话，实质的剩下钻量应该会回完的话，应该是4万7左右啦。所以我是觉得，可以抽一下，至少抽整个要抽完的话，完全用符文抽到这个金额，要抽5次的实抽啦。那我们就直接都抽，直接抽下去就好了，就直接5次都抽，因为它算除下去是4.5次左右，但是我们就把它抽完。好，一样，如果中途中了红符文的话，我们再看金额差多少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抽吧。别说第一次就给我中红符文哦，这个运气真的就是太好了啊！看来没有沸腾，这一次竟然只有拿到一个红一个紫的，这一次抽很亏啊！再来一次，第二次，哇，一样只有一颗，这一个也是很亏啊！第三次，我们剩3次的扣打。哦，一个金，但是是大地的第二个位置，好像用得到哦。大地可以换一下，那个一格的大地可以换一下。好，第四次，目前抽的话，2紫1金哦，我觉得还蛮累的。第四次，哎呦，这个就不错，1金2紫，这个就还不错，这个这一次就抽的不错。好，最后一次咯。来吧，红符文。好，没有沸腾。这是第一，好，我也忘记了，第五位左右吧，第五位还是最后第六位，这个数值我没有去记啊。好，那大概就是抽下去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反转返回来。的话现在是15多。然后刚才的现实宝箱的，我们看一下，好像差不多就46而已，可能计算上有点失误，没有到17啊，差不多还是喷多花了1000多钻左右，还 OK 啦，小抽一下，小抽一下。好，那这一次的符文50抽就算是5次的10抽啦，5次10抽，那我们就告一段落，那就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